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，欢迎关注浪奇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。届时我将以神秘的骑手装扮体验马术的优雅魅力。想了解这场国际三星马术障碍赛的看点吗？我一起关注微话题，明星带你看马术。10月15日，我们在鸟巢不见不散。